玷污未来，绝望黑暗，黑暗特利迦。特利迦怎么黑化了？别过来！黑暗特利迦，请你往哪去？豆豆，你怎么变成黑暗特利迦了呀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用了一下黑暗神光棒，然后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那样了。这可是加古拉使用过的变身器啊！什么？加古拉使用过黑暗神光棒？是呀，看来又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们谁使用了加古拉的变身器，加古拉就会附体到谁的身上。附体？这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先别慌，你把黑暗神光棒给我，我把它先封印住。好，魔法去。好啦，我已经暂时把黑暗神光棒给封印住了。太好了，那加古拉应该不会附体在我身上了吧？那可不一定，毕竟他有那么多变身器。那我们怎么应对呀？是啊。我想到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快说呀！我们可以把加古拉使用过的变身器都找过来，然后把它给封印住。对哦，这下加古拉就没办法变身了，更别说附体了。没错，可是加古拉都使用过哪些变身器啊？我记得他用过一个变身器合成了支藤盾，我们可以把支盾和庞盾找出来问问他们。有道理，那我找支盾，琪琪你找庞盾。好，迪迦奥特曼、达阿贡、杰特、真特利迦。我找到庞盾了。我找到支盾了。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支盾、庞盾，加古拉是用什么变身器把你们变成支庞盾的？欧布圆环怎么还在冒黑气啊？这是黑暗欧布圆环。黑暗欧布圆环，琪琪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它封印啊。好，我现在就把它封印住。魔法去。还好，危机终于解除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封印住了黑暗胜利神光棒和黑暗欧布圆环，快一起想一想，加古拉还用过什么别的变身器？加古拉好像有个魔人形态。魔人形态？没错，他的魔人形态就是用变身器变来的。那好，等我把加古拉的魔人形态给找出来。维克特利奥特曼、乌英达姆、戈尔德拉斯、杰斯提斯奥特曼。找到魔人形态了。然后呢？找出来干嘛？等我用魔法把变身器分化出来。魔法去。是蛇形剑。豆豆，你再试试能不能变身。怎么又是我？快点吧豆豆，事不宜迟。好啊，果然没猜错。魔法去。琪琪，加古拉的所有变身器应该都封印了吧？是呀，这下不用担心加古拉会附身到我们身上了。应该是吧。什么东西？